大家看一下，妈妈给我买的提前生日礼物，哒哒，一架秋千。它这个是袜子，是你提前。大家会问了，那怎么我在室内玩呢？你看，这下面可以撑住。它这个稳重运动鞋是有可能你可以问家长可不可以放在外面玩，但是提前还是是给学校。因为这个太硬了，妈就给它裹绑了一个布。什么布也行，只要可以坐就行。一二三，开始站啦！好推。好，如果你想找一下蛋糕呢，就用本使劲往上推。你看，这样不就简单了吗？我知道大孩子是不会这么样做的。要累好，你瞧瞧呀，别有一次，有一次我就是这样，这样哦，顺下来。但是我如果我们抓紧，而且没有搞头发的话，这是没有事的。因为你觉得太吵，可以戴个耳机。我就是一边戴耳机，一边荡秋千，一边听故事。你会问为什么我有些时候需要拿手套呢？因为呀，做这个螺丝，如果你抓紧的话，手会疼，你就可以穿上手套，然后荡秋千，这样子手就不会疼了，哎，也可以荡得高了。仔仔，我要玩秋千了。